沈阳已经入秋了，正是叶子黄绿交替的时候。这里是沈阳植物标本公园，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公园。这有一条小路。今年沈阳的公园可逛了不少，可能是在家憋久了，格外想念大自然。这个公园有标本植物园和花卉标本园两大区域。北方一到秋天，很多花卉都已经凋零了。遛猫的呢，小猫也出来晒晒太阳，野猫吧？不是，在项圈儿呢，怎么野了？嗯，小猫咪，它可能闻到，嗯，身上有味儿。对。这有小亭子，哎，这要是一个院儿的话，啊。公园维护的挺好，尤其到了春夏季，可以看到很多的花卉。蓝色夏威夷，一只松鼠。哎呀，有松鼠！哎呀呀！这里的松鼠根本不怕人，跟大自然非常的和谐。挺香的，哎，还会去皮儿呢。哎呀，你看这里环境啊，太幽静了。这有点森林的感觉。看这个树，长得啊。多少个呢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。标本园也是沈阳园林科学研究院，所以这里的很多花卉和树木都有标签，是沈阳最大的植物科普和教学基地。哎呀，这还有进口的树呢。这里是东北地区收集树木种类最多的树木园。就是这个吗？整个公园都笼罩在密集的树荫里，所以公园里的温度要比外面低3度左右。这个季节走在园子里还是很有凉意的。这小松树像盆景吗？嗯，特别矮小，袖珍呢。这个更矮，这松树贴地了。其实这个植物叫矮子山，是园子里的镇园之宝。哪个呀？这地上掉的都是。刚才躲不到哪儿去。这地上掉的，这松树也吃了，都是板栗呀。你说那个栗子不愿意拿走了吗？嗯。公园虽然是免费的，但并不是天天开放，只在周三、周五和周日开放。我也来欣赏秋色了，穿上秋装了。Hello， 出来的时候这个锁门了，多亏刚才进去了。这个可能还有时间限制的。在公园门口还有一片银杏树。
这离 K11挺近的，时间还早，逛一逛 K11的空中花园。都没人啊，好安静啊，上次我们来的时候人特别多呀。又来到千丽酒店的空中花园。每次走进这个花园，总是感觉特别神秘。周围都是现代建筑，只有这一小块是中式建筑，设计感还是很强的。K11出来，天已经黑了，准备去吃点晚餐。前面这就是昏河 K11的晚上。去吃烤肉，一家比较火的百年老味儿。现在都不让挨着坐，看见没？都是隔着坐。现在疫情期间，这都隔开不让坐。点了他家的秘制肉，要了一份拌面，冷面分两碗，挺大呀。溜了大半天了，来一口滋滋冒油的烤肉，感觉特别解馋。这家还是百年老店呢，反正这个秘制肉不错，拌面这一大碗量挺大呀。番花菜，最好吃吗？这啊，不要了，这全家福啊。哪一种啊？全家福量也不小，囊括了他家最经典的几样。如果点菜很纠结的话，就来一份全家福好了。他家的冷面也是特色，味道不比西塔的差。全家福一共五样，这个是中间啥也没有，就是一个摆设。这个是啥呀？牛肋条。啊。这家算是很典型的老味道韩式烧烤，每天的顾客特别多。全家福量挺大呀，这都烤第二回了，哎，有点吃不动了。你看他们家火太旺了。稍不注意就容易烤糊了。